动，四书书入流情是可动，四书一立春秋好流金当江冲，有连山有归藏有周一三一响，有点墨有训稿有诗名书之初心本善，心向静息向远，果不侥幸啊，千家子道贵专师父母成立主子不学断基础，斗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，扬不教父之过教不严，心作子不学非所宜，又不学老何为欲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义，为人子方少时亲师有激励，影响九龄能温习，孝于心所当之中，治水能让你地于长于先之手，孝弟是先文之谋，术是谋文也是舍百八千千万，三才者天地人，三光者日月星，三纲者君臣义，父子亲夫妇顺，越春夏越秋冬，此时时运不穷，越南北越西东，此时方一壶中，越水火木金土，此五行本无数，越人一力之心，此无常不容闻啊，大梁书脉书七尺六，古人说是马牛羊鸡犬豕，吃六畜人所饲，越西路越爱居，爱无与其情居，刨土耕牧是金石竹乃八音，高僧祝福而生，生而子子而孙，子子孙子玄真乃九族人之伦啊，父慈恩父父穷，穷则有弟者恭，长幼训幼与朋，君者亲臣者忠，此时一人所同，凡序谋序讲究相序，故名句斗，为学者必有出，小学中自是书，论语这二十篇群体自己善念，孟子这几篇只讲道德说仁义，做中庸之事必中不平庸不义，做大贤乃真知自求其之品质，孝敬同四书书入流情是可读，四书一立春秋好流金当江穷，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一响，有点墨有训稿有诗名书之奥，我做工作做礼助六卦全字体啊，大小带助礼记出生言礼乐备啊，练功风雨养寿好事是大风涌啊，四季王春秋周玉八北北下二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姑娘，积其名方独子错其要七七十五子者有群羊，文中自己老庄亲子同读诸史，考试七之重视，慈禧农至皇帝靠三皇居上世，唐有虞号二帝相依循成身世，夏有虞上有唐周文王成三王，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天下盛，唐八家国号上六百载四周王，周武王四之周八百载天上九，周成周王刚帅成干干善有帅，一生周周战国五霸将七雄出，一剑剑四剑兵传二世楚汉真，赵州星汉夜剑四将兵荒马传，东晋魏东汉四百年东明县，魏蜀晋汉定后三国西凉晋，宋齐齐梁陈陈魏南朝杜晋李，北元魏奋斗西域温州与北齐，来自水一土一夫在传世通序，唐高祖起义是出水乱闯国际，二世传三百载两面治国乃改，两唐齐齐汉周陈五代皆悠悠，严嵩新收周禅十八传南北混，十七十权在此在之乱之兴衰呀，祖师者靠思路从古今落秦墓，口耳诵心而为教育士气与身，十九年是想托古圣先上清学，赵总理读鲁论笔记是学且清，教祖简笔无数前世面，最自古贫不教自己苦，如因学家水平全不错，如果教授学老有苦衷，二十七十分发读书籍，有悔之而小生以早思，八十二最大庭魁多事，周成一而小生一立志，因八旬能用士兵，其谁能服气，兵无人称其而有学当小事，才文经能编经写道语能用意，兵一之前出名而难自当自己，唐刘严方其谁居身同作政绩，兵虽有生一志而有学名而知，有为这一落实，吹手也即是成功，不学何为人，蟾蜍是风凉女人，不学不如无，有文学壮而心向志君下者命，扬名声显父母光阴悬于雨后，人因自己乃因我巧智为一计，心有空隙无一切自在一面临 Beastmaster。